再给你们抽一个好了。奥拉胡，对吧？再征服者的话，不玩不玩，他五级。哦，你六了，可以。经济，那不大龙掉了四五千的经济，我们。但是我们赢了，转折点。不带风暴聚集了吗？现在。 全军，哎，感觉绝活了。我靠，小金！哎，他们发了，他们发了，走啊！他们卖了，我还是玩掉了，他应该还是会带。我交了草，好像也要死。有治疗吗？治疗，给慢点。治疗为什么不拿盾甲？我也冒烟，我自己要憋装备的。可以冲。没意义，他死了好像。哦。 慢点吧，就跟你硬盘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在回城，这里不平滑的，知道吗？不是我那个 C 盘只有几个 G 了，不是你 A 盘只有几个 G 了，你把东西全。就是你要做的狂风，肯定得杀。我来了，两个残血，你小心小兵，你小心小兵。他没闪。 我们可以推了吗？推得了。奥拉夫三级，你有 Q 吗？他打我两级了，他会不会来野城找我了？你靠我吗，雨森？我差一个兵升级，我感觉他在中路啊。他可能在蹲你。哦，他来找我来了。我在靠，我在靠。来跟他打吧，我跟他。来，打，他还没闪的，留。一百块。 黄金海滩不是，被打一套控线吗？我们，他们线烂了。安妮拉了，我死不了。米拉没闪的，你快走，你上去。他们都会死，都可以杀。 我们后续就没那种东西技能，不让我吃。我控吧，这波让人头是吧？怎么说话呢？不要诬陷浩劫。你可以说他不让兵，不能说他不让人。哼。<笑> K线，然后回去，他们其实好像人也加入密室，好像。他可能会直接。他没闪的，没闪，我闪现跟他们同步的。我在这边，他没有疾跑的，能扛一下吗？这里，他们在这有眼。操了，我跑了，我去回血。别打了，奥拉夫在。我能走，我能走。安妮，这能走吗？安妮，安妮。 这他妈能刷啊！在不在小金？有点丝滑。Q A W A 一上去 A 把他最后一下把他点死，不然感觉我要没了。他还想逼小兵过来打我。他有闪，你拉闪好了。 屏障没好，有闪的。哎，妈拔刀七线，牛逼了！不有 Q 的，可以稍微凶一点。等一下队友吧，他一定会死的。他们俩对线肯定是亏的。有月吗？好像慢一点。我来。小心再扛，他死了。没事，他下来会死。我那 Q 一下。 奥拉夫下去了，对，重置。没事，他五级，他来了没用的。来了没用。啊，但奥拉夫是玩上单的，这个玩打野的。我这个睁眼他发现不了，我睁眼看到他三回了。100块1000。 再给你们抽一个好了。奥拉夫，不玩不玩，他五级。
哦，你六了，可以。来，再发起一个，出两个五吗？飞线笔，他们其实正常的去补刀，我根本吃不了兵，要海妖了，好厉害，厉害吧？没有钱。大郎不喝药药的音效飞机啊，谢谢大郎不喝药药呀，谢谢药药，嗯，谢谢药药的音效飞机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佳明，这飞机你得烦我。逃命百岁啊，哼，这你都不懂吗？我能救他，这不是逃命百岁的意思。来什么说一下，我操！哎，奥老夫，奥老夫没急跑了。我，哎，我还有人把我绿住了，我闪现住了，他六的，我操！你哥把再跑快一点呢？我先打他一套，叠个海妖 W A Q A， 开大一走，完了金哥快跑！哎呦操！出问题了呀，小金，我想杀他呀！我出问题了。OK， 谢谢。还要吃个糖，还要吃个糖。嗯，一脉相传。啊，一样的。因为我回中路我也吃不到了，你懂吗？你看这人在干啥？问题是他吃不到，是他的事，你吃得吃我的，我这。没办法，救急。没打不了，算了吧。他有大的，大的他个毛！你看我打他，他会直接跑。他看到我，他不是过街老鼠。我想把输出打满摊。强者就是要羞辱弱者，你们记住了。没素质。这金哥是装备经济是绝对没有好的。不，我叫我平城有素质还叫做平城嘛？如果我能。先手把这个蓝器做出来，那我们下路将掌握主动权。他叫平处，他先做了鞋子也行吧，就可能前面打架厉害，前面打架拉扯强一点。能不能滚啊？来不及了，太远。滚你的吗？是我让我吃。是你是真没素质，我饿死了。哇靠！扛一下塔，为什么一半的血没了？感谢大郎不喝药药的一个山水出房啊！谢谢大郎不喝药药。扛了两下呀。谢谢大郎不喝药的山水出逢呀！哎，来个轮把他宰了呀！这个皮，我一个人打不过。没有人，把他越了吧，我来扛。他好像也不行啊，我两件套了。谢谢大郎不喝药药呀！一峰呢被 KTV 了，没有没有。一峰已经被平队 KTV 了，兄弟们。一峰不回信息。大歪不缺活呀，可能一峰老师活太多了，看不上这个这点。帮我们 KTV 了，他可能他应该确实不缺活。对，好想一上去点他两枪，把他顶死。还多的，他去点他，我到这边来点他，把他抢了，我操！你看他的装备，其实我说实话，他你急了，就是在没有说拿到很大优势的情况下，主宰技，我感觉没什么发育。上面好多人，快走！他喵的，我靠！谁打啊，感觉？真能打！应该往这里闪到这里。刚刚你心态已经爆炸了。我也卢锡安这一套出装感觉比出那些伤害都要高。我跟你们说我现在已经一个号都接不到了，就群里面发那些，发完以后以后就让你们自己去找号了。这么惨吗？我的 QQ 群还有我的微信群就被我借了个遍，我还有好多号没用过。我之前起码发了几十个号给你们用，都打上去了呀。上去找没有，有的就有些，还有很多都打上去了，有些是上不去的，被那个 ED 了。哥哥找吧，不着急。排队的时候这种都可以找一下。
可以用两个符号，然后加两个钻石号一样的。哎，曹哥不要用符号，不用全符，你全符肯定会。没有，哎、老板都说了就算了。曹哥都说了不要用符号就不能用啊，肯定要曹哥说了算了。降平啊，降平！我操，降平被虐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搞你啊，什么东西？我在哪里？他们为什么直接跑了？哪里就是家。主牌需要什么段位？需要白金、灵活白金号，就白金号都可以，只要是白金的就行。谈不上钻石，没有那么多灵活白金号，说实话，打到后面还是得用钻石。你打到后面用钻石根本玩不了。职业他们都是租的号，五块一把，他们租的是那种副号，我知道，但那个副号，早哥说不让用了。发给我吗？那个大狼哥，发给刘小佑吧，我没你微信，让刘小佑把你微信给我。嗯，你也急了，直播吧。哪个区？一区。艾欧尼亚一区。大狼自己号是不是就是白金啊？我记得。哦，对。你接我呀，你直接斗鱼私聊我就可以了。他这个、为什么不早点解？我这不想给你解了，给你解的很不错了。什么呀？我一个小克烈为什么要吃大招啊？不吃了呀。什么呀？这小克烈就为什么要吃大招？又贼啊，不会知道的。我们不用符号，后面赢一把14出一把3。